你邻居让我帮忙修床，我试了试床。好像是有点巧。我正纳闷为啥这么相识。哎，对了，可是有奖励的哦。快快帮我猜一下。什么？好啦，不逗你啦，我睡觉不老实，爱翻身，所以这个声响影响了睡眠。我还没猜呢，我的奖励呢？行吧，我知道了，来，你让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家有锤子吗？那你家有钉子吗？没有，你家有吗？借你的。你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我不是有你吗？有你个大头鬼！那行吧，那都没有，那就出去买吧。那你再行行好。啊？把你的车借我呗，油钱我出。我那是电车。我给你充220伏，高高的。哎呀，不用，走吧。Later。哎？啊，怎么了？不对劲，有点不对劲。哎，哪不对劲啊？你的座位被挑过了，你说是哪个女人？啥？这熟悉的质问，真当自己是女主人了是吧？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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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